大姑娘叫家长。手边啊，到了、哦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到太平洋啊。这边是太平洋钓虾场。啊，这是它的那种很多专门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也有人用四叉、啊。你之前都有来这边钓过草虾的？没有，是别家。别家。用这种钩子。只能用单钩。嗯，刚才看到有的用那个天平一样的，哎，对啊，有的是水滴钩，可以两钩。水滴钩，它这应该都有写。一下。海虫都钩上去了。这是那个海风虫，风虫。边边哦，对啊，比较好控边边。那个是不是？这个是的哈。
高丽啊。小啦，小多了，对，小多了，小那一圈好大圈。那这种虾就甜，你知道吗？下去的时候锅子是打的。哦，对啊，难怪南疆又现在变成，南疆变这么短。这信号很明显。因为又变那么高。对啊。我现在腰还蛮酸的。我两门口。把它放生，跑到旁边。哎，两门可，那两门怎么放？我叫天平啦。今年好像有这样的，但是他们下头。放好多虾哈、好多啊。
两脚就是这样，就是。好了，快伸进弓那一脚哈。真的很奇怪，就是很地边的哈。还是那边那个水管的障碍。对啊，这个又不像那个哈。刚刚在中段多冷清啊，来这边就比较好了。所以比较没有三小时。你没有称称看多重？好奇一下。哦，那边有磅秤，悬浮就好了嘛，哦。对啊。那可以拿去给他看一看。是两斤半。哎，真准呢，差不多，蛮好的。那后面量有上来就比较快。要重口味？就烫就好。烫一下就好。摄影师，没有啦。哎，在你拍戏啊？啊，那调光棍这样子，你当掉，比较好。动起来比较要掉。我们不做啊，你去不要，你钓那个草鱼。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哦。我们不做，我看你啊，什么工作？你没听到啦？看你来看嘛。你个这，你个做家那个看啥子？上无一定啊，有通吃，那有可能哦。我做起来掠两只去。哇，他这个材料蛮多的哈。啊，就弄些古时那种出来玩。老兵，系啊，啊，吃就就弄啊，对啊。对。你朋友就无去啊？大家唔是怪呀？多了。他不会钓，他也是在尝试看看。哎，人家今年都钓皮了。哎呀，我看伊拢钓中，我看大家拢钓鳖皮，就种钓无。对啊，钓无就爱家己买啊。学经验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，注意。对啦，真的啦，来这边玩就是这样。哇，东西很多呢，哈。我们弄好了。算是因为烤的会干掉，烫的还好，烫的不会啊。好了，开动了哈。好，那就帮你穿烫一下，这样子就葱姜蒜那些。秀。因为你们已经不够了，可以。你搅快水了，哈，先拨一下这个酸的水。它这样比较紧，你那个烤的都烤的已经像蛇掌了，因为等你直接干掉。用烤的，然后那个。你在滴水，那个滋味都没有。对。